那么今天呢，和诸位朋友讨论的题目，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奥秘。谈及历史，星云大师的《佛光菜根谭》里面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的好，真的是很接地气的，既顶天又立地的。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星云大师说，有的人用金钱写历史，有的人用金钱写历史，有的人用血汗写历史，有的人用逢迎写历史，有的人用忠贞写历史，有的人用献媚写历史，有的人用智慧写历史，有的人用慈悲写历史。不管每个人是怎么写历史，个人的历史构成了家族的历史，家族的历史构成了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历史构成了国家的历史。所以不要觉得国家的历史、国家的走向、国家的过去、现在、未来和我们每个人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处其中的。这是我对什么是历史的理解。那我们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获得什么启示，获得什么经验，获得什么教训，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历史，过去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在哪里？历史啊，其实最真实的过去就是旧我，就是他我乃至今我。历史是最真实的，而且啊，其实归根结底来说，历史研究无关古人旧事，是不是这样？古人故矣，旧事晚矣。我们今天再怎么说秦始皇帝，秦始皇帝听不见了；我们今天再怎么评价元朝、明朝、清朝，元朝、明朝、清朝已经过去了，是不是？所以古人故矣，旧事晚矣。那么我们追寻历史的、追问历史的目的在哪里呢？终极目的在于理解当下，规划未来。今天我总结了几点，提出来和诸位分享。我把它概括为六点。第一点，历史的宿命。各个王朝的治乱兴衰、改朝换代，是无法改变的历史宿命。这一点，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改朝换代？我们现在看比较简单的一些现象，现象是由历史走过来所证明的，这用不着讨论的，就是这个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涉及到这些朝代的现象是怎么样的呢？我做一些高度的概括，无论朝代的长短，总是治乱兴衰而循环不已。如果当他的皇帝的数量能够满足条件的时候，他基本上走的是一个什么路子呢？一开始是创业大帝，后来是守成之主，基本上到了三代、四代、五代的时候，就是养于后宫，生长于妇人之手，失去了些英武之气，再到后面往往就是孱弱的或者残暴的末主。当然，无论是孱弱的或者残暴的末主，有的时候是胜利者的建构或者书写，并不一定符合历史的事实。这一点我想熟悉历史的朋友脑海中间应该像过电影一样的会过出来很多人、很多朝代，所以我不展开细说了。在这里面，有些东西真的容易让人陷入宿命论。什么叫陷入宿命呢？解释不了。最简单的一句解释就是天命，这是天意，是吧？我们经常这么讲，很多人真想不到，哎，天意，因为天很复杂。这个现象中间有什么容易让人陷入宿命论呢？我就注意到有一点，比方说中国统一王朝的神秘连宿。我刚才数了中国14个统一王朝，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统一是从什么时候完成的？秦朝。这一点我想是大家公认的，是吧？那夏商周是低层次的统一，秦朝开始那多少个统一王朝？14个去掉3个，11个。一说起中国古代的王朝，我们总是习惯说啊，有的是短命的王朝，有的是长寿的王朝，是吧？我们经常这么说吧。我有一次就忽发奇想，我来算一算，怎么个短命，怎么个长寿？中国历史上3个最短命的统一王朝，哪3个？秦朝，秦朝多少年？秦朝15年。完满的新朝，短命王朝，新朝多少年？15年。武曌的，注意啊，我们不要讲武则天啊，讲武则天是笑话啊。这位女生活了82岁，她和则天两个字发生关系哈，大概就半年的时间。她82岁才叫则天的，则天大圣皇帝，后来她自己建了半个叫则天大圣皇后，那是她的尊号。所以我这里讲的是武曌啊，武曌的周朝短命王朝多少年？15年。各位啊，秦朝以后11个统一王朝，3个短命王朝，无一例外的是15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天意，这解释了吗？那接着下来算，那长寿王朝不应该这样吧？我来算长寿王朝。注意啊，西汉、东汉、北宋、南宋，皇族这个系统这一支发生的改变，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一个王朝啊。长命的王朝，唐朝。是吧？唐朝多少年？教科书上的说法是唐朝是290年，这明显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把武曌那个15个年头要去掉。290年减掉15个年头，那还剩多少年？276年。276个年头啊，唐朝276年，明朝多少年？276年。清朝多少年？我不讲，大家应该猜出来的。276年。注意啊，我这里的清朝不是从1644年算起的，1644是清军入关，皇太极改金为大清。1636年到1912年2月12号，清朝多少年？276年。我呆掉了，怎么会这样呢？各位啊，你给我一个解释。天。归入天意了吧？你还真别说，我跟南京大学啊，有一次南京大学安排我跟一批海归的博士们聊聊天，就聊到了这一点。我当时仍然是一脸迷惑的样子，后来竟然一位天文学的海归博士跟我说：“胡老师啊，这问题不复杂，我们做天文的都知道276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天文数字。”我说啥意思啊？他说276是一个天文小周期。什么叫天文小周期？说的俗一点，276年太阳黑子会发生一次重大的变化。这也就是说，人文是受天文决定的。大家不要笑，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是什么社会？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的。
靠天吃饭就是靠水吃饭，水谁来管水啊？天管水，对吧？所以中国人敬天畏天。中国人到了后来就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中国人把星空划分为三元二十八宿，三元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二十八宿分成四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国古代的星占术通过观察星星的颜色的变化、速度的变化、亮度的变化来预测人间社会的吉凶祸福。紫微垣的星变代表着皇帝家世的变化，太微垣的星变代表着朝廷的治乱，天市垣的星变代表着社会的安宁和平还是动乱。二十八宿分别代表的是地山不同的地方，所以《三国演义》里面才有这样的场景，就司马懿看看天就知道诸葛亮不行了。诸葛亮他也知道代表他的那个象星忽明忽暗的，他自己也知道他不行了。人是精神的，妈代表我的那个心好像不行了嘛，这是天意。中国古代的皇帝是叫天子的，有人管他的，谁管他？天管。统一王朝的神秘脸书归于天了天意不可为我下面要讲天意在哪里。天意在民心。好，中国统一王朝这神秘脸书我们解释不清楚于是就归入天了，这就叫宿命。历史的宿命，用今天的话简单来说，那就是天命。那怎么具体落实到王朝的治乱兴衰上面、改朝换代上面来的？我们来解释一个例子。中国古代啊，基本上每个王朝的改朝换代在民间都会有说法。什么说法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看。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主体民族叫汉族吧，汉族这个称呼怎么来的？没有汉朝哪来的汉族没有刘邦又哪来的汉朝是吧？所以我们主体民族就叫汉，所以我们对汉朝好像还是蛮尊重的吧。大家再想想，汉无论是刘邦的前汉还是刘秀的后汉，乃至于刘备的蜀汉，汉朝的这些皇帝好像没有特别混蛋的吧，是不是想得出来特别混蛋的皇帝吗？没有。汉朝又是我们民族的称呼的由来我们就叫汉人，就叫汉族。汉朝又没有特别混蛋的皇帝，那这里面矛盾就出来了。既然这么好的一个汉朝，为什么给王莽篡夺了？为什么给王莽篡夺了？于是我们就要找说法。找什么说法呢？你看我们的说法必须要有历史的依据的我们的说法从哪里来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的记载。司马迁就是汉朝人嘛，单朝人写单朝历史，写单朝的开国皇帝，他不敢当写的，肯定是得到官方认可的写法。说刘邦在秦朝末年的时候起义，怎么起义呢？我们都知道高祖斩百蛇起义，这是有历史的事实依据的。史记里面记载说刘邦当时相当于一个亭长，是泗水亭亭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科级公务员。他当时呢押解了一批刑徒一批人要到陕西的秦始皇陵陵那一块吧，去修这个骊山的陵墓。一路上呢有一些人就逃掉了，后来看看吧这个日期也赶不上了。第一个，你人数不够押到那个地方也是死罪，误了期也是死罪。刘邦这时候看吧说我们干脆散了吧。大家觉得这个带头的这个大哥还可以吗？说那我们跟着你混吧。这就叫起义了起义是杀头之罪的，造反是杀头之罪的。于是嘛，你看大家就像我们今天有什么大事，我们喝顿酒对吧，歃血为盟你看刘邦当时也是这样。高祖备酒，什么叫备酒就喝了很多酒，然后大家就宣布造反了，
然后叫逃亡了嘛。怎么逃亡？夜惊泽中，当时可能在江苏丰县西部的沼泽地里面，当时的按照历史的记载，当时天色已经向晚了，这时候夜惊泽中，走在这个水地沼泽地里面，你要有个人打探道路吧，对吧？就跟我们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你要拿个棍子戳戳地吧，是吧？你要不然陷下去了。你看也是这样，于是刘邦呢就令一人行前，哦，我这里是为了讲述方便啊，叫刘邦，其实他那时候还不叫刘邦啊，他叫刘季。刘季是啥意思啊？他大哥叫刘伯，他二哥叫刘仲，他叫刘季。那实际上他们兄弟三个没名字啊，一个叫刘家老大，一个叫刘家老二，一个叫刘家老三。等到他做了汉王，甚至做了皇帝以后，还叫刘季，这成何体统啊？啊，问你们当朝皇帝是谁了？刘家老三，这肯定不好嘛。所以萧何、张良这帮人给他策划了一个名叫班。在秦朝时候，他不敢叫这个名的，叫这个名是杀头之罪。你敢叫班啊？我们看看《说文解字》中间对班是怎么解释的？班是比国还要大的一个字，对吧？我们不像美国人这么幽默啊。我美国一个朋友把他的小狗原来叫奥巴马，现在嘛改名叫川普，对吧？我们不敢这么开玩笑的，对吧？对，他原来叫刘季啊。我们这里为了讲述的方便啊，刘邦。夜惊泽中，令一人行前。然后行前者环抱曰：“过了一会儿，前面打探道路的回来说，前有大蛇当进，愿还。”哎呦，大哥，前面我们要走的那条能走的路，有条蛇在那里拦着了，走不过去，我们换条路走吧。诸位朋友、兄弟姐妹们。这个时候你如果是领头的，你就说好，换条路，有面子吗？以后在江湖上你怎么混啊？马一条蛇挡着就不敢走了，对吧？司马迁的死记为什么写得好？你看这后面几句写得多好，拍案叫绝啊，高走醉，刘邦但是是处在一种醉酒的状态了，所以他的行为是不可以常理夺之了。曰：“壮士行何畏？”这就是酒话，对吧？是吧？壮士行怕什么？乃前，这个前字用得太好了，画龙点睛。这个前是快速行走的路意思，快速前步向前，拔剑，急斩蛇。蛇虽分为两。近看，在正统的历史学解释中间，这代表着高祖斩百蛇起义，这条蛇是秦朝的象征。但是等到后来王莽建立了新朝，再到后来刘秀又建立了汉朝，再到三国以后，就出现了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怎么说的呢？情节从哪里开始衔接啊？从乃前拔剑开始衔接。刘邦抢步上前，拔出了宝剑。这个时候，这条蛇昂起了头，对刘邦说：“你砍头，我烙你头；你剁尾，我烙你尾。”第三句还没说出来，刘邦啪一下子拦腰斩断。而王莽就是这条蟒蛇的化身，因为刘邦建立汉朝欠了蛇情，所以拿出了15年还他的。这不仅毫无损于汉朝的伟大形象，而且加分。我们中国社会上欠人家人情都要还，你谈何对吧？建立国家呢，但刘邦建国不是欠的人情，是欠的蛇情，他竟然也还了。而且还的你看多好啊，西汉多少年？从公元202年，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西汉多少年？211年。后来刘秀的东汉多少年？从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196年。
完满的新朝多少年？我刚才数过了，15年。15年加196年多少年？211年。前面刘邦的汉多少年？211年。那怎么就这么分得清楚呢？那一刀下去真的是中间啊，对吧？中国人会找说法的。这个说法，但是怎么就这么天衣无缝呢？怎么就这么一年不差呢？于是就归入了宿命，天意。为什么会？我们这里讲的是历史上的书写啊，历史史书上面、民间的戏剧上面、小说上面、演义上面都这么写的。那么我们今天回到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看，简单点说，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主要有两种形式。改朝换代虽然很多，其实不复杂，比较简单。哪两种形式？一种是真刀真枪打江山的外力政府，一种是宫廷政变篡天下的内部禅让。除了这两种还有其他的吗？一种真刀真枪打下来的，一条嘛是宫廷政变篡天下的，就这两种形式啊，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细想一步，问题就出来了。中国历史上从夏朝一直到清朝，改朝换代的形式前期和后期都是真刀真枪打江山的，而中间大约1000年是内部政变篡天下的，一头一尾是打的，中间的1000年是让的。分水岭就是公元9年完满的篡汉建兴，和公元960年赵匡胤的篡周立宋。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换言之啊，中国历史上4000年的帝制，3000年是以真刀真枪打江山为主，1000年是以宫廷政变篡天下为主。原因何在？可能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制度。中国历史啊，存在一个悖论。什么叫悖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内朝和外朝，什么叫内朝和外朝？就是皇帝和丞相为主的这个内朝和外朝，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这两对关系上，一个是内朝和外朝，一个是中央和地方，在这两对关系上面，永远或者说几乎是永远找不到平衡点。找不到平衡点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比方说我们以内朝和外朝来说，中央和地方来说，但君弱臣强的时候，皇帝比较弱而臣子很强的时候，难免出现权臣内部禅让、君臣换位。什么叫权臣？大家脑海中间过一下，我们看《三国演义》里面，像曹操、像司马懿啊，像清末的袁世凯，这样就叫权臣。一旦出现权臣内部禅让，君变成了臣，臣变成了君啊，这就是内部禅让，是吧？那老是这么玩不行啊，于是出来一个比较有想法的、比较强有力的皇帝，他就要把这个制度把它改过来啊。但是一改，结果往往又是君强臣弱，皇帝很强，相形之下臣就弱了。皇帝的权力很大，相形之下臣子的权力就小了，于是又会造成什么呢？又会造成外来征服、民众造反、王朝易主。君强臣弱的情况，往往这个王朝不是给自家人夺走了，而是给外人夺走了。那君弱臣强呢？江山不是给外人夺走了，是给自家人夺走了。找不到平衡。
军权沉弱的情况，往往这个王朝不是给自家人夺走了，而是给外人夺走了。那军弱沉强呢，江山不是给外人夺走了，是给自家人夺走了，找不到平衡。诸位啊，因为找不到平衡点，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因为它的难以解释，所以往往归入历史的宿命。好，我们讲第二点。刚才讲改朝换代两种形式，内部禅让或者外力征服。内部禅让的意思是君变成了臣，臣变成了君；外力征服的意思是自家的天下给别人夺了去。诸位啊，放到了中国的社会道德上面，哪一个皇帝愿意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啊？人民都很清楚啊，哪是内部禅让啊？不是你把人家的天下偷来了吗？那内部禅让是偷来的天下，外力征服呢，那就是抢来的天下。偷人家的天下，抢人家的天下，那你不是小偷和强盗吗？那小偷和强盗，你有什么资格来统治天下的子民？你的道德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点，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是有理由的。无论内部禅让还是外力征服，改朝换代都有正当的理由，都有冠冕堂皇的说法。而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中国政治区别于西方政治，西方的政治叫民主政治，我们中国的政治叫民心政治。好，我们这种理论，我们现在看看它的理论依据何在。心态是指导行动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在中国古代这种改朝换代找理由里面，它理论何在呢？传世的第一部文献《尚书》里面就有这样的说法：天精于民，这精是怜悯的意思，天很怜悯子民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话意思很清楚啊，老百姓的希望就是天的希望。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所看见的就是民所看见，天所听见的就是民所听见的。所以后人又有一句话叫天聪明自我民聪明。我们今天经常讲小孩很聪明，聪就是听，明就是看。天聪明，天为什么聪明？因为民聪明，老百姓听得清楚啊，看得清楚啊。这个思想应该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再到后面我们看看孟子把它结合起来，跟政治结合起来。孟子的话，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什么叫得天下？必须要得民才是得天下。民心如果不服，你这个天下是虚的。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民要得心啊！你看这里的有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经常讲好的皇帝叫有道的明君，是吧？坏的皇帝我们讲无道失道的昏君。这个道是在这里啊，道在哪？道在民。再往下面，孔子家语里面说，君者周也，仁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这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种政治理论之下，诸位啊，你们想一想，如果你这个天下是偷来的，如果你这个天下是抢来的，你怎么得民心？你起码要给民一个说法吧。其实子民们嘛是无可奈何的，只能接受统治啊。但是你给我个说法，我被你统治的我也心情比较顺畅啊，是不是？
其实中国政治古代的政治玩到后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你必须要有说法，你没说法就太不像话了。找什么样的说法呢？我们先来看两种改朝换代嘛。第一种内部禅让，我们看看内部禅让既有尧舜禹禅让的美好记忆啊，我们在儒家所建构的体系中间说尧舜禹那个时代就禅让了啊，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个时候是显贤任能啊，啊，尧老了以后说我干不动了请你来干，舜老了以后请禹来干，你看看多好啊，大家是以人民为最高的利益啊，不留恋权威啊。从理论上面来看呢，又有天子子民的革命理论，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什么叫天子子民的革命？中国为什么讲究天？我刚才说跟农业社会有关系，在这把这种逻辑放到了政治上面，中国的政治结构就是天子子民，天子是代表天来统治和管理子民的。天欣赏这个天子，就天降祥瑞，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下太平。天不喜欢这个天子，就天降灾异。什么叫灾异啊？天上出现了彗星啊，天上发生了日食啊，啊，黄河决口啦，泥石流发生啦，那么最大的灾异是地震呐，老天爷发漏了跺跺脚就地震呐，啊，然后还有蝗虫啊，蝗虫也是天意啊，啊，如果实在没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异常的。人类的社会现象也是异啊，啊，女子把内衣穿在外面啊，女人的发髻梳得很高，比男人还高，这代表女子要走到前台，女子要压过男人，女子要干政。嗯，地下突然冒出血水来了，地下水位失衡了，穿透了含铁的岩层，出来是血水。我们今天有科学解释，古人不知道啊，公鸡不叫早，母鸡叫啊，总归能找到啊。天降灾异是来警示这个天子的，如果天子仍然执迷不悟、冥顽不化，那对不起，老天爷就要换天子了，这就叫改朝换代。那么天凭什么来判断天子的好坏呢？主要在中国古代，天是具有意志的，我们也可以称作叫天父。皇帝叫天子啊，皇帝不叫天爹爹啊，他叫天子，那肯定有父嘛，要不然他哪里冒出来的呢，是吧？天凭什么判断天子的好坏？天子勤政爱民就是好天子，反之就是坏天子。天子尊重民意就是好天子，天子不尊重民意就是坏天子。但这种认识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的认识的时候，大家想想会怎么样？我们设想一下，突然发生了地震，又是泥石流，又是黄河决口，又出现了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这个时候，如果在一个像曹操这样的人，哦，皇帝又好像不行，天下人是不是觉得就该换天子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啊。啊，好。有这种革命理论呢，注意啊，我这里革命打了个引号，今天我们讲的革命往往是暴力革命，古代的革命是天命转移的意思，不是暴力的啊。过去玩过啊，尧舜禹啊，现在嘛又是天灾人祸，代表着天意要换天子了，这个时候有曹操、司马懿、袁世凯这样的人就开始走程序了啊。注意啊，中国是讲礼节的国家啊，你不能够那个汉献帝刘歇那样子跟曹操说，哎呀兄弟啊，老哥啊，请你来做吧，我做不动了。你不能说好啊，我来做，这成何体统呢？皇帝拼命的要给，你要拼命的要推啊。皇帝说，你看看天下这个样子了，又是地震又是黄河，代表天不喜欢我了，我也改革过了还是这样，我真的天不喜欢我了，为了天下子民们请你出来吧。你一定要讲，我不能做啊，我只能做周公，我来辅佐你，我的德嘛太浅了，对吧？注意啊，
起码来回搞三遍。而且这个三遍，注意啊，还不是一个程序啊。这个天命是个大事啊，你看中间啊，有封国，有九次，有易让，有禅让，有善待圣地，什么意思呢？自从汉高祖刘邦立下了规矩，非刘姓而亡者，天下共击之以后，如果中国古代异姓的人封公封王的天下子民们，好像就在琢磨了，这家伙好像要上台了嘛。封国的时候你要让啊。然后九次是什么呢？注意啊，这里读次啊，不读西。九次是皇帝送给权臣的九种特别的礼品。一旦这个东西一送，大家又有数了。哪九种东西呢？比方说，把他家的大门换换朱户，啊，把他家的仪仗队换换这个虎贲，啊，他上朝朝见天子，那个走的那条道专门给他搭一个这样的道，一般人从这边走，他从这边走，这叫单臂，啊，还给他赐一种酒，黑米和一种香草酿成的酒叫聚忏，干什么的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祭天的。各位啊，谁祭天啊？天子才祭天啊！你给个臣子赐这个酒啥意思啊？有数了不？他要来祭天呢，嗯，啊，各种各样九种东西，这叫九赐。然后易让是什么呢？易让就皇帝说，请你来做完，你一定要易让，我不行啊，还是你来做。然后禅让皇帝一定要给。诸位啊，每个程序搞三遍烦不烦？那必须要搞啊！每次这个程序，你看看，有的要发布诏书，发布到全国，大家一看，哎呦，皇帝多好，为了我们人民的幸福，他真的不想做了。然后臣子们又看，天下子民们一看，你看这个曹操多谦逊啊，对吧？他真的不想做，但是为了我们他不得不做。我们讲曹操是把黄袍当内衣啊，穿在里面，但他没脱外衣啊。嗯。最后一步，善待训帝。中国的政治是讲道德的政治。你的天下是人家让出来的，所以你要善待让出来的人。这就是我们看《水浒传》里面的小旋风柴进，各路的英雄豪杰、地痞流氓为什么都跑到柴大官人的府上？因为宋朝的天下是他们家让出来的，他们家有免死的铁券。我们看看1912年2月12号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政府给他什么样的待遇？优待亲事条例，每年给他们400万两白银养着，还在紫禁城里面称帝。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礼节。我们看看西方的政治，俄国革命把沙皇尼古拉一家给毙掉了，法国革命把路易多少世给断头台上面断掉了。我们中国不干这个事的，我们中国人总想着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吧？民国时候军阀打仗来打仗去，哪几个军阀头子给毙掉的？很少吧。我们失败的军阀的这一方会被战胜的一方叫李宋出国考察，你出去，你出国学习学习吧，对吧？中国人做事不把事情做绝。哎呀，这种戏，内部禅让的戏啊，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第一次禅让的全本的禅让大戏就是王莽，所以王莽这15年在中国很重要。王莽要取代的是什么王朝？已经超过200年的一个王朝了，容易吗？等到王莽的时候，的天下的读书人都希望王莽来做，连刘家的宗室都希望王莽来做。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但王莽15年失败了以后，他的命运惨到让人感慨唏嘘啊。王莽的头被吊到这个城墙城门上面，后来大家还不解气，把他的头拿下来当皮球一样的踢，有人把他的舌头割下来的断成剁成大概像芝麻粒那么小，一个人吃一块，因为他这个舌头骗了全天下的人。王莽当时是真的不想做啊。史书上记载说，王莽当时手上抱着汉朝的小皇帝说，我真不愿意做，老天爷为什么不放过我，我只想做周公。泪如乳下，
底下的人硬把这个小皇帝拽拖下来，在台阶上面向王莽磕头。王莽说：“真要我做，那我试试吧。”你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表演吧，但是我觉得天下人会受感动的。感动一回，感动；感动第二回，有点感动；感动第三回，哦，他演戏嘛；感动第四回，你不演太不像话了，你好歹得演一下子，是吧？所以中国历史啊，内部禅让的戏反复上演。一般的戏会越演越好，但是内部禅让这台戏在中国很有意思，越演越粗糙不堪。王满用了一辈子的心血，克制了他的七情六欲，他完全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他是一个完美道德的化身了，那是不是一个正常人。后来才篡了汉朝。曹家从曹操到曹丕，父子两代篡了汉朝。到后来司马家，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到司马昭到司马炎，三代四人才篡了曹家的天下。到了后台，这个程序已经玩得大家都很熟练了。我感觉我的这个地位嘛，我的这个影响就能够做皇帝，我还等到我的孙子来做。做皇帝啥味道？我自己做。所以你看后来基本上都是即身就做了皇帝，没有等到儿子的。内部禅让的这个过程是越走越快，快到最后已经让人觉得无法想象了。最快的内部禅让是号称最有文化的宋朝。后周王朝的禁军首领赵匡胤，公元960年正月初四这一天，从一大早，估计天还没有亮，黄袍加身，到现在就跟我们电视上在放的那个长安十二时辰一样的，十二个时辰还没走完，他已经成为皇帝了，基本的程序没有少。陈桥兵变，大军就往开封开了，回去了。前哨已经报到城里面了，跟柴宗训这个小皇帝，你开始准备吧。柴宗训，孤儿寡母的，身边又是文人丞相，那哪能做什么事呢？于是就准备文件不，那赵匡胤身边嘛，估计那些书记官赵普嘛，也把文件就准备好了。到了大一进开封城里面，手下的兵将纷纷亮出兵器，你能干嘛？然后我们到大殿上面说几句不就行了吗？柴宗训说：“我做不了了，请你来做。”赵匡胤说：“我不能做，还是你来做吧。”第一遍不走完了吗？那赵匡胤说：“我出去抽根烟啊，对吧？”然后跟一块回来了，走第二遍呗。有意思吗？有意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演戏的文化，就是在戏剧舞台上面总有一副对联：“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内部禅让这么一演以后，诸位啊，这演的效果就是让位子的和接受位子的都成了尧舜一般的圣人，是吧？好，第二种情况，外力征服。哎呀，内部禅让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的事情，外力征服就这个天下真的给人家抢去了，抢去了天下，你抢人家天下不是强盗吗？强盗怎么统治子民呢？所以我们也有说法，怎么个说法呢？我们看，比方说在中国历史上，像不同民族间征伐时的改朝换代，对于有文化的汉族来说，往往有着一种特别的宣传。什么宣传？反清复明一类的宣传。元朝末年的红巾军是反元复宋的，红巾军反抗蒙古的统治，打的不是要新建一个王朝，是要建立宋朝。北方红巾军的首领韩山童，当然韩山童后来去世了，韩灵儿。南方红巾军的首领徐寿辉打出来的旗号都是宋，甚至韩山童说：“我是宋朝的皇帝的什么宋徽宗的什么第九代孙子。”他不姓韩吗？怎么成了宋徽宗的孙子？
这不好解释吗？那他们中间改过姓呗，对不？就跟我刚才上面讲的革命理论中间，天喜欢天子就天降祥瑞，祥瑞在哪里啊？祥瑞在哪里不简单吗？古代祥瑞多了，说哪个地方发现甘露了？皇帝全程一个脸色一使，一个寓意一指的话，底下马上就有人去领会了。那要甘露吗？那不简单吗？各地纷纷报告有发现甘露了，你怎么能派人去调查吧？派人调查甘露干掉了，对吧？啊，哪个地方说发现凤凰、发现麒麟呢？你派人去调查，凤凰飞走了，对吧？这很简单的，对吧？就要找说法而已。哎，其实我们做历史的，有的时候把历史看到这一步，也感觉没劲了。所以我的弟子有的时候说胡老师，你好像有点没趣。我说怎么没趣啊？他说我们经常骂一个什么消息，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跟你说的你一点都没反应。我说我哪有反应呢，对吧？古今中外看的这么多了，哪有反应的？思看的都似曾相识啊。啊，这样呢，反清复明，反清复明前面是反元复宋，再往前面呢，我追他的老祖宗啊，诸位啊，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王朝是夏商周吧？周朝是打着恢复夏朝的名义灭了商朝的，所以周朝灭了商朝以后，周朝的国家称周，周朝的土地称夏，周朝分封的很多的诸侯国叫诸夏，诸夏中间后来有一些国家觉得我特别有文化，我叫华夏，华就像花一样的夏，啊，后来因为华夏再加上中国这两个词拼到一起，就拼出了一个中华。华夏是我们民族的雅称，华就是花，夏呢，夏是知了的意思，知了古人认为是不死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民族的称呼多好啊，一朵花加一只知了，啊，知了嘛，我们今天说一天到晚会叫，那是没文化的说法，古人的说法叫居高临远。我们今天知了嘛，知道是吸这个树枝来生活的，古人叫餐风饮露，对吧？我们到博物馆里经常会看见玉片做的那个蝉的形状，蛹晚生的时候含在它嘴里的，因为古人认为蛹变成蝉，蝉变成蛹，蛹再变成蝉是循环往复的，所以蝉是不死的东西。一个王朝居高临远代表文化的传播，餐风饮露代表文化的高雅啊，不死的东西，这当然更好，就跟秦始皇帝说我是始皇帝，二十三世之万世传之无穷，对吧？多有文化。这个逻辑一玩的话，诸位就什么意思了？不是我抢夺了别人的天下，我只是恢复了祖宗的江山，这本来就是我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举最近的例子啊，清朝苏联的时候的天地会，天地会大家都听说过的啊。
天地会，我举一点，他诸位就知道他的反清复明。天地会作为民间秘密结社，他的聚会的日子是哪一天？3月19号，当然是农历的3月19号啊。3月19号是什么日子？诸位看看我这上面图片上面，我们汉人的所见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的最后一个正统皇帝朱由检，是在北京眉山的寿皇亭归天的。后来在民间就把他归天的这个日子3月19号叫太阳诞辰日，太阳也是有生日的。而天地会忌讳的日子就是朱由检归天的日子，这反清复明的意向很清楚吧。清朝末年，兴中会、官府会、华兴会，很清楚吧？甚至人的名字都是这样。清朝初年的不跟清朝合作的顾炎武，顾炎武蛮郁闷的。顾炎武他本来叫顾中清，他老爹养他的时候给他取名叫顾中清，那时候清朝还没建立呢。等到清朝建立了，又把明朝灭了，他又是反清复明的，不跟清朝合作的，他叫顾中清，这情何以堪啊！所以他自己叫炎武，炎是两个火，武是洪武皇帝。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火是代表汉族的，我下面可能会提到这个问题。清朝末年，章太炎原来叫章薛称，太炎两个火吧？啊，黄中黄，著名民主人士张世钊的晚清的时候，他的笔名叫黄中黄。你看，汪精卫，这个名字充满革命色彩的，他本来叫汪兆敏的。他要以精卫填海一般的精神要推翻满洲帝室的统治，等到这家伙成了汉奸以后，我们还能喊他汪精卫吗？我们应该喊他的本名汪兆敏，是吧？包括僧文，注意啊，诸位朋友，你们一直听我在讲僧文，我好像没有提过孙中山吧？孙中山这个名字是不能叫的，这是僧文在日本的一个化名。僧文在日本期间曾经化名为高野禅雄，曾经化名为中山平八郎，曾经化名为中山桥。中山是在日本14万个姓中间排名第40多位的姓，相当于我们中国姓王的姓张的姓李的。就是因为张世钊，但是叫黄中黄，把他搞错了。张世钊日文不太好，又用日本人的资料编了一本书叫《僧一些》，书中间把僧文的本名和在日本的化名中山桥拼成了一个名字叫孙中山。我们两岸都认可的国父，这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啊？僧文一辈子从来没有叫过孙中山啊！我曾经跟朋友打赌的，谁能够找到一份材料，僧文先生署名签字是孙中山，我输一套房子给他。我这房子到现在没输出去。你看这些名字都具有反清复明的意向，所以我们都是这么玩的。这个天下本来就是我的，是你把抢去的，我现在把它抢回来。义正辞严吧，高大上的吧，我哪是抢到了，我不是抢到了，这是汉人的做法。那少数民族怎么做呢？少数民族，你在草原上我管不了你，你在东北我管不了你，你在西域我管不了，但你一旦进入农业地区，进入黄河流域，进入内地，你所统治的是汉人，那你必须要按照汉人的路子来玩，你也要找到说法。怎么找说法？各找各的说法啊，真的很好玩。其实看历史，每个朝代都有这些问题，你看他怎么找说法。我们现在生活中间也要找说法，没说法嘛，我们经常会出问题的。各位啊，我们中国人这种事情方方面面都要找理由，改朝换代能没有理由吗？那少数民族政权，你到了内地来，你统治的是汉人，你还得有理由啊？怎么找理由呢？各找各的理由呗。你比方说，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公元304年建立的，在黄河流域的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政权，他竟然称汉。他为什么称汉啊？说你们汉朝不是刘汉朝先给曹丕篡掉了吗？曹丕的正曹家嘛，曹家的位又给这个司马家篡掉了吗？现在我为什么要建立汉朝啊？
说想当初你们汉家的皇帝不是跟我们家的婵如结亲家了吗？你的公主不是嫁给我们了吗？我们匈奴人的习俗是跟妈妈姓的，我的母系就是你们汉家的公主，这么说起来我是你们汉家的外甥。那么汉家嘛，我来恢复，这不很好吗？对吧？你有吧？汉人的很多知识分子正愁找不着理由来做他们的官的，这一听，哎，这不就是汉家吗？那我来做了吗？这是一种找理由。再一种拓跋，大家如果去过洛阳的话，洛阳有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主要的开凿的时代是南北朝时候的北魏，啊，那北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拓跋族、鲜卑族，是从大兴安岭那边过来的。他到了内地以后，他也要找理由啊。他找到理由是怎么找的呢？后来记载北魏历史的一部正史叫《魏书》，《魏书》的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昔皇帝有子25人，昌邑少子，受封白土。”这句话太重要了吧？这啥意思啊？鲜卑民族的第一部通史《魏书》追他们的族源追到了皇帝，而我们汉民族的第一部通史司马迁的《史记》的第一句话是“皇帝者”，也追到了皇帝，也就是我们的源头在一起了。这是一种文化的认知啊，跟民族学是没有关系的。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说，说当年皇帝啊的后代有人就封到北方去了，北方哪里没有说清楚，到了魏书的时候把这话就接过来了，那个封到北方去的就是我啊。时间过得飞快啊，转眼3000多年过去了，我回来了。大家看过微电影吧，闪闪的红星，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是从族源上面来找依据。还有呢，这种依据还找不到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张图片，智龙弹松。这是南京明孝陵康熙皇帝写的一块碑，南京明孝陵葬的是谁？明太祖朱元璋，但还有马皇后啊。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明孝陵写的《智龙弹松》这块碑是什么意思呢？说朱元璋的文治武功要超过唐太宗、宋太祖。大家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既然明朝这么好，你清朝为什么要把明朝灭掉了？当年康熙的这4个字收了一批江南知识分子的心哦，啊，清朝真的很厉害。清朝结束的时候，多少人为清朝殉葬啊？我们扬州嘛，当然对这个是有深刻的记忆的，对吧？扬州十日嘛。当时进来的时候，你要头不要发，要发不要头，对吧？剃发令啊，因为中国人的观念，华夏人的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啊。到了清朝276年统治以后的结果是怎么样？那些革命派，那些新派人物留学回来的啊，要在街上面抓人剪辫子，很多人辫子被剪掉以后回家就上吊自杀了。但是新派人物跟这些守旧派人物进行辩论，在报纸上面辩论，新派人物说人为什么要像个猪一样的留个尾巴，那不就像个猪尾巴吗？而这顽固派我看了真的也是拍案叫绝啊，那个逻辑很严密的。这些顽固派的人是说，你说我留个猪尾巴是吧，那我就是猪是不是？那只有猪能够长猪尾巴吧，是不是？那我猪有个尾巴的猪像猪，你把我尾巴剪掉，我连猪都不是，那我还是为了像一点，我还是留个尾巴吧。啊，多成功啊！智龙弹松，在清朝的解释体系当中是怎么解释的？
康熙时候就很清楚，说你明朝不是我灭的，谁把你们的皇帝逼得上吊的？是李自成啊，是闯贼啊。谁把李自成灭掉的？是我。谁出卖你们的江山的？吴三桂啊。谁把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这些所谓三藩灭掉的？还是我。所以我是为你们大明朝来报仇雪恨来的。一汉人听，对呀，做官吧，对吧？正愁着没台阶下呢。那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还是很厉害，乾隆皇帝的时候一个创新之举，竟然开编二臣传。原来投降清朝的这些人全部编入二臣，啊，就不是忠臣啊，二臣。因为到了乾隆的时候他要提倡效忠呢，一个政权当他在奋斗的时候啊，他要利用种种的手段，一旦他成功以后他就要讲究安定团结了，是不是？嗯，这就是中国人的政治的路子。第三点啊，一个王朝有理由的建立了。那么什么人有资格建立新的王朝呢？新的王朝建立了以后要有他的官僚队伍吧，这个官僚队伍一般来说技多心贵也需旧臣。我们总结的第三点的奥秘，臣能效忠。开国之君承受天命往往隆重而异象，而新朝既建自有新的统治集团，旧朝官僚贵族的出仕和归隐也有各自的理由。对于君来说，也就是开国皇帝来说，要有说法或为隆种或具异象。我刚才讲到了刘邦，我们这里再以刘邦为例。刘邦我刚才讲他是泗水亭的亭长，他的身份就相当于一个公务员，公务员你做好服务工作就行了，你凭什么能够做开国皇帝啊？那肯定要有说法，怎么个说法？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怎么记载的？我们看啊，司马迁《史记》的《高祖本纪》里面说，其先刘媪，刘媪就相当于一个中年的女生啊，常喜大泽之悲。刘媪，刘邦的妈妈，出去闲逛，走累了，然后在一个湖边上的那个堤岸上面休息，然后大概就睡着了，啊。其先刘媪常喜大泽之悲，梦于沈郁，时雷电回鸣，好像天上乌云密布，马上要下大雨，甚至已经下大雨了。刘邦他爹不放心呢，赴太公晚视。刘邦他爹在家里，他老婆跑哪去了？外面马上要打雷下雨了，我出去找吧。赴太公晚视，然后看见了怎么个一幕？只见蛟龙于其山，看见一条龙附在他夫人的身上。结果呢，己二有身，随产告卒。过了一段时间，发觉他夫人有孕了，然后就产下了刘季。各位啊，绝无一意的隆重啊！司马迁写当朝的开国皇帝，他敢下写吗？这肯定是官方的说法，啊！你代皇帝多自诩为隆重，既然是隆重，当然应该有隆行了。所谓隆行，就是飞龙在天，地见大人嘛。《易经》里面所说的，这九五之尊啊，啊，这是最好的卦象啊，啊，所以皇帝称为九五之尊。那么既然是隆重，按照你杜甫的话说，隆重自于常人书啊，怎么个常人书？就是凡圣有别，其人异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现在经常批评是迷信，我真的相信这个东西，我真的相信，凡圣有别，其人异象。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天下大乱，三个人出来领头造反，你为生活所迫也不得不出来跟着造反，你选择谁啊？选择我这个样子，一看，一好人的样，但是没大出息，他妈不跟他，
这些人这人一脸苦相，跟他肯定倒霉。谢谢啊，大家看看我这里选了一幅图像，明太祖朱元璋。妈，这个长相不得了啊，龙颜啊。我们经常讲龙颜，龙颜，大家知道什么叫龙颜吗？龙颜就这个样啊。中国古代画龙是怎么画的？龙的脸是不是这个样子的？龙的脸就像我们社会上民间这个驴子脸，驴子叫地上的地龙嘛，对吧？天上有天龙，地上有地龙嘛。驴子脸，如果这个人没有出现在民间的说法叫斜八字脸，如果有出息，龙颜，对吧？那作为龙颜那个基本的必备条件，一定要地包天啊！所以地包天真的很好的像啊，千万别把它做掉了。当然，我们现在是盛世啊，繁荣，你不可能是乱世啊，那就写八字脸的了。七人一仙，朱元璋的下巴特别的雄奇长大，按照面相之说，下巴饱满稍长即为官相，那么朱元璋可谓贵不可测。再比方说一位开国皇帝杨坚，杨坚为人龙也，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丸，长善短下。中国古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长善短下，中国古人怎么做的？我们现在的这种做法叫胡作，垂腿而坐，古人是席地而坐的，上身长下身短的人总是比别人高。中国古代的皇帝社会又都相信这个东西，于是长有异象的人如果在朝廷上面做官，他往往是特别的小心，因为皇帝如果信这个东西，你长成这样皇帝就猜忌你啊，于是特别小心，就表现得特别的木讷。比方说杨坚，杨坚一天到晚表现得傻乎乎的，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一下子出来。所以长这种长相的不仅是乱世，不仅是打天下的时候，而且是篡天下的时候，都跟他们有关系。各位啊，这就是中国的了。大家不要认为我在这里讲迷信啊，古代就是这么玩的。汉朝的时候，尤其西汉时候，皇帝往往依据星象的决定丞相的任免，有道理吧？我们看电视剧、宫斗剧，那么后宫嫔妃斗来斗去的，要害人怎么害啊？买通哪个宫里一个小宫女，在他的宫里面塞一个小木头人进去，或者塞个小草人，木头人从草人身上扎个针，被扎的那个比喻喻指的那个对象胸口疼不疼我不知道，但是一旦发现这个东西，差不多就是死罪。它发生了实际的政治作用啊，是不是？我们这样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显得比较通达。主要开国皇帝长相都不太一样啊。大家脑海中间是不是在过一些开国皇帝了？哎，有各种各样的不一样啊。他如果长得不是斜八字脸怎么办呢？对吧？那还有其他的说法吗？刘邦左骨上面72颗痣。72颗痣，谁能趴到他屁股上面死啊？对吧？我们今天这叫皮肤病变。那72颗黑痣，为什么是72颗？72等于12乘6，12在中国古代代表天的数字，6是代表秦朝的数字，天意让他来取代秦朝，所以72颗。这是对于君，所以皇帝总归有它特别的地方，哪怕这个特别地方是书写出来的。那么对于臣子怎么说呢？哎呀，臣子，大家想想，改朝换代了，皇帝家乡的人，跟着皇帝一起打天下的人，当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没有问题，是吧？西汉的时候，很多开国的元勋出自分配之地，就我们江苏的百步；东汉的时候，很多出自南阳，这很正常。明朝朱元璋时候，江淮之间，这个用不着多说，这就是所谓的新贵，关键是旧臣。前朝的这些臣子怎么办？王朝不可能完全断绝的，你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不可能前朝的所有人都不用啊，这是不可能的，是吧？那对于这些要用的人，他怎么办呢？
你是做新朝的官还是不做新朝的官，就我这里讲的旧朝官僚的出仕还是归隐。哎呀，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出非常强大的伸缩力。对于臣子来说，做新朝的官，这叫良寝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如果这个新的王朝不是汉族建立的，而是少数民族建立的，那我就怀抱着变夷为夏的理想，我要把你改造成我们华夏政权，很高大上吧。这叫失天命，或者叫知大吉。那么不似新朝的呢，我不做新朝的官呢，这叫忠臣不思二主。如果是少数民族政权，这叫夷夏之凡大矣，这是忠君或者重礼。做新朝的官，这叫效忠于忠。你如果真的很有本事，社会名气很大，新的王朝建立了，你不出来做官，朝廷真纳你，你不出来做，意味着什么？我叫杀你啊。所以入祀新朝的讲究效忠于忠，我要被杀掉，我不就对家不孝了吗？而且对前朝忠不忠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不似新朝的呢，强调忠忠于孝。各位啊，我们需要理解的同情。一说起这个，我们就会想起中国最讲究入世的儒家。儒家总是提倡人要做伟岸的大丈夫，这话一点没有错。但是因为儒家是讲究入世的，所以充满着矛盾。下面这些说法全部来自儒家。啊，变夷为夏，夷夏之凡，都来自儒家。忠孝也都是来自儒家，怎么弄啊？有的时候很难做到。我们经常讲改朝换代之际，真的难以做到忠孝两全。你没办法选择。我这里提供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思考的一个案例，我觉得真值得思考。文天祥。文天祥大家都知道，留取丹心照汗青，写正气歌，誓死不做蒙古人的官。但是诸位知道吗，文天祥在燕京，就今天北京蒙古人的大牢里面，给他的弟弟写信，劝他的弟弟做蒙古人的官。这个细节江西文天祥纪念馆里面都没有这个细节。我跟文天祥纪念馆的馆长交流过，我问起他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马上一张笑脸变得很冷漠，说对不起胡馆长，我没听说过这个事情。他怎么可能没听说过呢？文天祥劝他的弟弟做蒙古人的官，他给他的弟弟后来写的信里面说，我以忠死，我为国尽忠，众以孝事，二弟啊，去做蒙古人的官，为家尽孝，继业其隐，说三弟啊，你去做个隐士，保成文人的气节。三兄弟选择了三条道路。那这三条道路是被迫选择的吗？我们看看文天祥后来又给他的侄子文生写信说，汝生父与汝叔，你的父亲啊和你的叔叔，孤全身以全宗嗣，为了留一个生命，为了什么？为了我们文家的延续。为忠为孝，各行应之也。文天祥认为，我为国尽忠，我的弟弟们为家尽孝，这叫各行应之。什么叫应之啊？最好的选择。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文天祥。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文天祥啊。而我们的古代的史书上面总是夸张一些，当然这个需要的啊，宣扬一些真的好像不切实际的东西。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间，司马迁的史记50万字写了中国的3000年的事情，
三千年出现了多少的历史人物，排在第一位的七十列传的第一传的谁啊？伯夷叔齐。伯夷叔齐大家应该知道啊，周朝灭了商朝以后，商朝的两位公子不食周粟，就是说我不吃周朝的粮食，到首阳山里面去采草吃了。《诗经》里面还有专门的诗嘛，《采薇篇》嘛。后来的民间对这个故事有了发挥，说这个伯夷叔齐啊，在这个首阳山里面天天吃野草，那当然身体过得很消瘦了，心情也不好嘛。一个山里砍柴的老农樵夫就见到，说两位公子啊，你们怎么过得这么憔悴啊？两位公子义正辞严大庆凛然地说，我不食周粟。还是这个砍柴的樵夫真的理解大自然啊，这樵夫就跟这个公子说，不对呀，这山里的草也是周朝的。两位公子，哎，是他草也是周朝，周朝的土地上长的吗？那么草也不能吃了，后来活活饿死了。司马迁把这两位排在七十列传三千年来头两位。如果按照今天的科学认识，我还可以再补一句啊，两位公子啊，不对啊，这空气也是周朝的，是不是？不切实际的，精神的东西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要更加的落地呀。我觉得文天祥真的值得我们思考。第四点，万象更新。一个王朝因为制度的原因而建立了，而且找到了正当的说法。王朝建立了，皇帝嘛似乎长得也跟人家不一样，对吧？或者屁股上面有多少个痣，对吧？官僚班子嘛也搭起来了，既有新的朝新贵，也有旧臣。但是大家想想，在天下子民们的眼里，如果你新的王朝建立了以后跟前朝还是完全一样的，大家不觉得是折腾吗？所以新的王朝建立了以后必定要追求万象更新，哪怕是走形式也要万象更新。各个王朝立国之初都会寻找正统的依据，确立礼乐的取向，以显示万象更新。这显示了新朝代要有新的位置、新的气象。中国古代怎么个制定礼乐，怎么个显示万象更新，怎么个显示正统，诸位啊，是有逻辑可寻觅的。什么逻辑？五德忠实。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五德忠实相生相克的理论非常重要。相克意味着征伐式的朝代更替，相生意味着禅让式的朝代更替，而无论僧克都事关所建王朝的合法依据，也就是正统地位的寻找、确立与表彰。把这个五德忠实第一次运用到政治上面是秦朝。秦朝第一次把大自然中间的金木水火土作为王朝政治的自然的原理，也是人间的大道。秦朝定的是什么德啊？秦朝是水德。定德很重要，水德一定以后正朔服射制度全有了。水德所对应的正朔就是一年的历法，是以十月朔为首。就秦朝的时候的历法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这跟其他朝代就不一样了吧。怎么叫复色呢？秦朝的制度军队的服装啊，珍贵的颜色啊，是以黑色为最珍贵。水是什么颜色？水是黑色的。深一点的水潭我们看上去不是墨色的或者黑色的深青色的吗？再比方说编制度，水所对应的数字是多少？水所对应的数字是六。所以秦朝平灭六国以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六六三十六。秦朝结束的时候天下五十四个郡，六九五十四。刘邦的那个左骨上面七十二颗痣，十二乘六，十二代表天的，那比天还要大一的数字是多少？十三。各位啊，十三在中国古代好得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
我们现在人不喜欢，是他那西方文化的。南京刘伯温规划的应天府的城门是13座城门，汉武帝把天下分为13州，朱元璋把天下分为两京，南京北京以外是13布阵，此时是13个省。按照这个路子来玩的，五行生克。而水德是这样的，火德就不一样了。火德最珍贵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火德最珍贵的颜色是赤色。我们现在戏称叫红色，赤色在古代是正色，红色叫尖色，中间的尖，尖色就是有点杂的色。我们讲赤子之心嘛，对吧？按照这个路子来一玩，它的颜色、它的正朔、它的制度都不一样，不一样就代表着你跟前朝就不一样的，所以就叫万象更新啊。所以在中国王朝的体系中间就有了你的位置。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最重要的颜色是红色，或者说赤色。因为刘邦的汉后来被追认为是火德，刘秀的汉就是火德，刘备的汉又是火德，三个汉加在一起超过450年，汉、火德、赤色，我们今天通称红色，这三者之间建立了一种超稳定的联系，于是红色或者赤色成了汉族的象征颜色。中国历史上汉族反抗其他民族的兄弟民族的统治，总是打出红色的旗帜。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南宋的时候在北方太行山地区、山东地区反抗女真统治的汉人的武装叫红袄军。金庸先生编的武侠小说里面是红花会，他为什么不是白花会啊？我们中国节，中国色，红色。红色意味着革命，意味着热闹，意味在西方不喜欢红色的。西方因为红色象征着革命，象征着鲜血，所以西方是不喜欢红色的。你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道德就在这里。这第五点，脱骨改制，你仅仅有这种诗书礼乐的制度还是不行的。你一个新王朝建立了，你要治国理民啊，你要统治子民们啊。前朝为什么灭亡？因为它的制度不好。我们新朝为什么建立了？我们要建立好的制度啊！所以新王朝建立以后都要脱骨改制。脱骨改制给予了回归黄金时代的梦想，成为盛世圣君的追求，也就是新朝代要有好的制度，要有好的梦想。好的制度、好的梦想在哪里呢？中国古代跟王朝政治联系起来的最好的制度是哪个朝代的制度？周朝的制度。周朝多少年？周朝800年。大家说说，对于我们一般的不了解历史的子民来说，一个王朝800年，它的制度一定是很好，是吧？那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吗？中国是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我刚才讲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个特点是靠经验的，是不是啊？农业经济是经验经济啊。老年人出门看看天就要知道要不要下雨，年轻人做得到吗？我们经常讲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年轻人缺经验啊。另外一句话叫老僧常谈，只有老僧才能常谈。这里的禅就是经，这里的经就是禅。什么是经啊？经就是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这只有老年人才能做得到，所以叫老僧禅谈。老僧禅谈谈的就是历史，农业社会的特点。所以我们讲究尊老爱幼嘛，爱幼是为了种族的延续，尊老就是尊敬有经验的老年人。社会上面都是如此，放到国家政治上的一个拥有800年历史的王朝，它的制度不值得尊敬吗？所以任何也很多王朝开国以后都说啊，前朝啊把这个制度搞坏掉了，我现在要恢复周制。那既然你用周朝的制度，也就像会像周朝一样的延续那么多年啊。但是诸位啊，做得到吗？
历史已经走到秦朝了，已经走到汉朝了，已经走到唐朝了，已经走到明朝了，能用周朝的制度吗？不可能的。但是主要我这里讲的是脱骨改制，我就是这么个说法而已，对吧？各位啊，天下子民们有哪几个人搞得清周朝是什么制度啊？皇帝说是不就是是吗？是不是？这就跟我这里选了一幅可能不太好意思的图片啊，你看，我找不到合适的图片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什么？这就是神位嘛，就供在那里，那到底这个神是咋回事？用不着管的，供一个，你这个家族供这个神，另外一个家族必须要换个神来供，你不能供一样的神的，供一样的神，用一样的制度，那你干嘛要改朝换代？你不折腾吗？所以必须要有说法，啊，这就是中国的古代的政治逻辑啊。有些东西是不必计较、不必深究的，我估计连统治者、皇帝自己都搞不清楚。好，第六点，最后一点，历朝历代的正统追求、改朝换代的强大的动力是什么？谁决定了中国历史一直这么不断在改朝换代？这里面一个终极的因素，大势所趋。统一和分裂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交替出现，但是统一为大势所趋。不仅是汉族的皇帝，少数民族的皇帝，只要到中原地区来了，也是这样。比方说，发动淝水之战的著名的胡族的，但是氐族的皇帝，前秦的皇帝苻坚。主要这里读苻坚啊，不读苻坚。苻坚当时就说了，我这个四方都列定了，只有东南一隅魏兵王化，我每每想到天下还没统一，我就吃不下饭，胃产不临时错补，所以我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啊，胡族的皇帝都要统一吗？那汉人的皇帝呢？当然也是啊。我随便举条例子，北宋太祖赵匡胤就说，不须多言，但是南唐嘛，老是到北方去求和啊，说我们有没有犯什么错误？我对这个大朝这么恭敬，你为什么一天到晚那个？后来赵匡胤就说得很清楚，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你们江南没有罪，但天下是一家，我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酣睡？各位啊，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国家，国家，国是大家。家是小国，家长要有权威。各位啊，在座有很多家长，你们如果这个家长在家里面坐的谁都不听你的，你这个家长坐得舒服吗？家长一定要有权威啊。那放大到大家，也就是国家要有领袖啊。那中国古代的说法叫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啊，所以华夏皇帝都要追求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历史的实际情况呢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原来说书人说的，我觉得这话不太吉利，所以我改了一下。天下大事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还是落到合上面来。那从中国历史上来说，不断的统一啊，又分裂，统一又分裂。你看看，像一模一模一样的，夏商西周是低层次的统一，春秋战国是分裂，秦汉是统一，魏晋南北朝是分裂，隋唐是统一，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是分裂，元明清是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立足于古代，统一和分裂各有地位。如果没有分裂，南京会成为六朝古都吗？如果没有分裂，四川地区会开发出来吗？诸葛亮、刘备这种一流人才跑那边去干嘛？如果没有分裂，少数民族的胡马的铁骑一直打到南海之滨，我们华夏的文化会不会会有点差别？中国历史上三次分裂时代，或者事实上的分裂时代，正好对应着三次思想的百家争鸣。一次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一次是魏晋南北朝儒玄佛道，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后西学和中学的交融啊。所以分裂和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各具地位，但尽管如此，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
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大体越来越短，而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统一是大势所趋。这原因当然很多，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文化方面的儒家的传统，政治方面的现实的追求，心理方面的统一总比分裂好。这是由汉族的农耕的儒家的北方的文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所决定的。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是北方的？中国政治的传统是北方的传统，北方人喜欢搞统一，喜欢搞一样的东西，南方人喜欢自搞一套。中国历史上如果是南方人唱主角，估计就跟欧洲差不多，统一不起来。南方人什么都不一样，扬州的小肉跟镇江的不一样，非要强调不一样，我吃不出什么不一样，对吧？广东人尤其如此嘛，广东人南宁一百都是北方嘛，广东人嘴里的北方是带歧义的，什么代表不一样吗？我们说公鸡他也说鸡公，我们说母猪他非要说猪婆。所以广东一个特点，我曾经把中国近代史总结成四句话：广东人造反，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安徽人做官。一番水土养一番人，一番水土也养一番的制度，这是最浅显的道理。你扬州那些小吃，你给跟蒙古人、内蒙古人来吃吃。我有的时候带朋友到这边来吃，我喜欢扬州小吃、南京情怀小吃，我喜欢带北方大汉来吃。吃完了以后，他问我：“阿蒋，我们今天吃什么？”我已经安排完了啊，我吃什么，对吧？我上次说那实在不行，你再看看点点什么嘛。他一看有个锅，说再点一个锅吧。我说一个锅不够，一个锅够了。我说真的点一个锅，点一个锅够了。实际上说已经有点饱了，结果锅上来了，眼睛就直掉了。这是锅啊，南京情怀小吃锅这么大，两片木耳，两根黄豆芽，一块油豆腐和一根鸭舌头。那我们上海，我原来在上海读书，复旦大学的，我上海的朋友到南京呢，我喜欢带他吃南京的那个皮肚面，这么大的啊！上海同学一看，眼睛也直了，刷墙你喂猪啊？因为那不叫碗，那叫盆子嘛，盆子是喂猪的嘛。饮食上是这样，各位想想，文化上是不是也这样？制度上是不是也这样？中国是北方的传统，北方人喜欢都搞一样的。中国的饮食，北方有菜系吗？北方没菜系啊，没有所谓京菜的说法啊。北京烤鸭是山东烤鸭啊，北京北方勉勉强强能说的就一个鲁菜，南方多少菜系啊？语言呢？北方人嘛，河北人、陕西人说话彼此能听懂，虽然个别词听不懂，但知道他一定说的是汉语。南方呢？一个福建人，一个皖南人，一个江西人，再来一个广东人，再来一个日本人吧，要把他关到房间里，你北方人在门口听，说不知道哪个时候是日本人在说话，哪个时候是哪里人在说话，所以我们北方人喜欢说南方人是鸟语嘛，鸟界嘛有多少种话呢，是吧？原来火车开得慢的时候，往北方开的火车，我基本上过了徐州就不下车了，因为我觉得东西味道都差不多，我觉得德州扒鸡和富力系烧鸡就是名字不一样。南方呢，从南京坐车到上海，一路上镇江香醋，无锡嘛，无锡人比较会做生意，肉骨头卖的比肉还贵，对吧？泥巴都卖钱，对吧？无锡泥人嘛，那苏州苏州嘛，苏州干子很甜，对吧？每个都不像常州嘛，常州萝卜干，每个站都有东西买啊。北方人喜欢统一，南方人喜欢，也不好说不喜欢统一啊。南方喜欢创新吧，好，这是中国的。以上的奥秘，我们总结一下：比如曾有说道的政治习惯，武德忠实的政治理论，成龙效忠的政治选择，反清复明一类的政治宣传，脱骨改制的政治传统。
追求统一的政治目标都事关所建王朝的正统地位，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合法性，立国的依据，继承的对象，并且为后世所继承，只有这样才是天命所终，万民拥戴的正统王朝，否则就是僭越，就是篡夺，就是我们今天的语境里面所说的反动统治。这反动统治这个词在古代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古代叫篡夺，叫僭越。统治，大家看统治怎么写的，统治是带绞丝边的，那肯定就是维系的意思，统治没有反动统治，统治就是有正统地位的治理，我们今天编出来这么一个词。好，我们由改朝换代放大一步来看，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史尽管表面显得凌乱，其实存在着诸多的规律，这些规律使得中国的历史是治乱兴衰而循环不已，中国的王朝是朝根代叠而连续不断，于是中国历史链接成了一个又一个整齐有序的周期小循环。明朝又是哪个的重建呢？明朝是宋朝的重建，所以明朝是火德，宋朝也是火德，宋朝又是哪个的重建？宋朝追追追，一直追到了商朝。宋朝为什么会追到商朝啊？赵匡胤他爸不知道怎么着就起了这么一个好的名，叫赵红英，弘扬的弘，商朝不又叫殷朝吗？殷墟吗？你看就天命定了他要重建商朝的，这不就一个一个链条链接起来了吗？要理解武曌的周朝必须要懂完满的新朝，要懂完满的新朝必须要懂夏商周三代中间那个周朝，又链接起来了吧。所以中国历史真的很巧，一个王朝你必定要有继承的对象，而且要为后人所继承，要不然你在中国那个五行生克图里面就怎么样，你就没有了位置，没有了位置那就叫孤魂野鬼，那就叫没人来祭奠你。这是中国历史尤为精彩的地方，在这个中间有许多的经验值得汲取，有许多的教训值得记牢，有许多的智慧值得我们感悟。改朝换代是最大的政治，但并不是全部的政治，我们由改朝换代扩大一步，中国古代政治是相信宿命的，是提倡效忠的，是讲究理由，追求正统，重视经验，向往统一的。所以可以说一个政治跟这么多东西有关系，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可以说是最讲道德的政治。但是诸位注意，我这里道德打了个引号，在中国古代政治和道德没有必然的关系，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反的，但是你没有道德的政治，你没有民心，为了显得我有道德，那我就必须要做很多的文章，这种文章甚至某种意义上就是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就是演戏。没有历史的传承哪来的现实，没有现实的存留哪来的历史，现实中活着的历史，历史传承到了今天就是现实。同样的，我们解读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奥秘，总结其中的规律，不仅是个历史的学术的问题，也是启示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有效途径。理解了自会平和的接受，很多同学家长来向我咨询怎么给孩子填报志愿，其实每个学科都有每个学科的指向，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理工农医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政经法管是为了社会的需要，但人解决了生存问题，但人的社会地位稳固以后，那么文史哲地，这里的地指的是人文地理，就是精神的需要了。精神的需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而在文史哲地里面的历史学呢，我们讲知古然后才能知今，知此然后才能知彼，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才能看出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历史使人明智，使人明德，使人平和，
使人冷静，使人有气，也使人无趣。但在座诸位如果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的，估计到不了无趣这个境界，你还是保持在有趣的境界里。一个人如果又平和又冷静，不生气，耳顺了，是不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一门养生的学问。就像我们星云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那是我们心灵的追求。谢谢。